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7月4号，现在下午1:30了。我现在又到了雅比，我这次来呢是要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，所以要待的比较久，打算待1个月。因为沙巴的第二家园计划呢也马上就要出台了，所以我算是提前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吧。不过呢，我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跟打算移居到这里，所以就是纯粹就是体验这边的生活。然后我现在在雅比的一个叫库拉拉欧的一个地区，有个路边是马来人的餐厅，我今天来尝一下他们的这个饼 naan， 是这个火炉烤的，然后一盘这牛肉酱。然后我边吃边跟大家聊一下今天的主题啊。今天主要我跟大家来分享3点吧，是我旅行当中比较重要的3点啊。第一啊，肯定是住了啊，住宿啊。然后第二呢，手机卡。第三就是移动手段。我这次又租了摩托车。跟着。这个饼很筋的，有嚼劲。这个酱也很香，微辣，有点咖喱的味道。然后要了杯咖啡，我跟他们强调了2次固然满意思，不过还是很甜。 OK， 言归正传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电话卡吧。我昨天下了飞机以后还是在机场用机场的 WiFi、叫了 Grab 到了这个我这次住的地方，叫 Marina Court， 才10块钱。然后周边有很多的便利店跟超市，我先去了便利店，跟上次一样先去了便利店，想买一个 Maxis 的充值卡。然后到那以后，他不知道是不卖了还是没有了，然后没有买到，我就到了旁边的超市去买。超市卖的这个 Maxis 的电话卡跟便利店我之前买的那种正方形的包装的卡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价格也不一样。我上次我记得是10块钱，这一次买的是15。然后我把手机卡插上以后，在这个 Maxis 的这个 App 里边看呢，我上次来的时候它有6兆、3兆、1兆这种无限流量的这个套餐，但这个卡里边它就没有，我就充了50马币，然后加上它原本这卡里边还有5块钱，所以一共这个卡的余额是52块钱，扣完税啊。然后我充了45块钱的套餐，有效期30天，然后40G的流量。我这次住的这个房间呢也挺有意思的，我先是在 Facebook 沙巴好吃好喝这个群里边发了个帖，想找房间。然后这个群里边的朋友们都很有意思，第一天的时候有2个人留言，我都联系过。有一位女士呢，她是一整间，价格倒不是很贵，1700一个月，但什么都不包，2个房间，而且很新很干净。但我只是就是随意的问了一下能不能便宜一点，然后她就再也不回我信息了。第二位呢是一个中介，导游兼中介吧，然后她可能找了个房源，然后给我发了照片。之后呢我就到了好像是这个大马本地人比较常用的一个网站，叫 Muda。 然后我最后是在 Muda 找到了房间，是一个4居室的主卧，带卫生间的啊。然后这个房间的优点呢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，它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叫 Marina Court， 应该是雅比的市中心。然后还有一些设施，我今天看它有泳池，有健身房，但健身房现在好像关闭了。然后这个屋子里还住着其他的人，不过卫生保持的都非常的好，客厅厨房都非常的整洁。然后我这房间的小缺点呢是这儿没有空调，优点呢是包水电，然后还好有这个吊扇，昨晚睡觉挺凉快的。然后我这个房间的租金是1050，然后入住的时候呢，我交了400的押金，400的押金跟100的这个钥匙的押金。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放一段我刚才租车的视频吧。然后刚才那个小哥呢，小哥不是华人，是当地人，不过他讲华语讲得很不错，但他可能因为是紧张吧，可能在介绍的时候声音不够大，或者是可能说的不是很详细，然后我等一下再给大家补充一下。我现在到了苏里亚对面的小兔子租车行来租车，然后有请我们小兔子租车行的海星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的名字叫金凯俊。你帮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这个，先介绍一下车型吧。
啊，是 OK， 是租摩托是1000至60块 ，OK， 一个星期是350块，我一个月是60块。租车的话需要什么手续？是要你的 passport， 你的 license。好多中国人都没有这个 international license。OK， 是可以没有问题，你们转去 KK 啦，然后 KK 就可以了，没有问题。不要去太远了。啊，不要去太远，在 KK 市区里面是啊，问题不大。啊，是 OK 的。然后我们租车的话，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装备？这是你的帽子，前两个有上有衣服，下有雨衣，对呀，然后有箱子是吧？啊，是 box 是有。手机支架。是啊，所以有了。头盔都有是吧？好嘞，谢谢。再见你。哎，谢谢。现在跟小哥去看车，车就停在了他们这个对面。这家车行也在 Zodiac Mall 的对面，跟我上次来租车的 GoGo 车行在同一栋楼里。 GoGo 车行的华人老板也很 nice， 我这次换小兔子车行租车只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租车公司，顺便给大家多一个参考。我这次跟他们租了一台 125cc 的雅马哈，租期是一个月，费用是600块，然后要另外加100块的押金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有什么问题或想进一步沟通可以加我的脸书群啊，名称跟我的频道一样。好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